你是海南人？是，哇！是海南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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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海
他做了60年，我做了40年。哇，一百年了，第二代。哇，老板，请这是我要见大杯啊，餐啊餐啊，喝大杯。哎呀，你，我大人，可以喝完吗？我们想问一下，大杯你们是讲好的吗？为什么你没有时间做热的，冷的有时间呢？ 冷呢，我们一讲讲嘛，早上我5点来哦，5点早上来啊，就弄那一讲一讲的啊，这是5点的咖啡啊，5点，早上不好喝不几年的，哦，你讲啊，新加坡我有去过，哇，很难什么，很难什么，很难喝，比啊，很难喝，我还想说你很难比嘞，我很难喝。 好，给点时间，你自己泡的啦。好，是我的recipe，我的recipe啊，我的recipe。然后，等一下，还有拍一个，就等一下，来，这边吧，这拍。好，这么多人跟我拍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很多人跟我拍了。哈哈哈哈哈。谢谢。还有多少张？ 你们教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好，你好，我是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5年了，5年了，没有。另一个 coffee。是啊，我那个在。哎，来坐这边，这边喝咖啡。这个好喝。啊。一天。啊，买杯啊。最少300杯，最多500杯。不错。平时还是说今天特别？星期六、礼拜天或者假期。 一定有这么多，300杯最少啊！今天就加了5杯，平时200杯，哇，非常。今天加了5杯哈，我一直想问，为什么有算账的？我们还不知道。哎呀，要不然，要不然，要不然，我一直想问，为什么叫白咖啡啊？不是白色吗？为什么叫白咖啡？ 不是黑啦，好的，它名字啊，它的包的名字啊，因为黑，我们黑咖啡啊是国标啊，叫做黑咖啡咯。你们新加坡是黑咖啡咯，一定是不是？国标啦。啊，你们呢很少没有卖白咖啡，是不是？新加坡。白咖啡比较少，因为现在比较有开始有人喜欢。那个三合一是不是？三合一不好喝的，不好喝。不好喝的。那个丢掉。不喝的。对，这个还好。在家你喝可以，在 office 可以，在 OPM 里面啊，没有人的。如果啊，那个我们这里有华人啊，他来到，哎，你的白咖啡是三合一还是弄的？如果那个是三合一，我不要啊。他说明啊，如果是三合一，我不要啊。我先见证他哦，我觉得是四合一。 加上我们的师傅的心意，我们呢花了5分钟想问他那个泡咖啡的秘密，他不讲。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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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See.